随着今届香港小姐竞选赛果揭晓，上届三甲港姐亦都正式交棒卸任。当中不嬲自信过人嘅亚军许志轩，近日亦都喺社交网分享自己履行完一年港姐责任嘅心情，同时更加宣布卸任之后嘅去向。虽然过去一年石琪有过唔少负面，又被人标签系黑面港姐，之前更加一度盛传佢因为不堪舆论压力要提前同 TVB 解约。无论外界有几多闲言闲语，石琪都一直保持初心同坚持做自己。佢感恩喺过去一年有幸接触到唔同行业嘅前辈，令到佢获益良多，又唔少启发。而本身就系学霸嘅佢，亦都成日喺度谂，究竟自己嘅人生可以走几远，而佢嘅天花板又喺边度？所以佢决定要尽兴人生，重新启航，远赴英国牛津大学继续深造。石琪中意学习同分享，跟住落嚟，佢希望可以继续同大家分享自己嘅所学所闻。祝你前程似锦啊，石琪！